配合新北市推动里环境认证比赛，新庄光正里和瑞芳区新丰里这两位里长都荣获五星级认证。而身为特优里长，更要感谢环保志工齐心的投入，荣誉是属于大家的，并且说明推动环保的共识。真正感谢的是讲咱这志工朋友，大家吼足辛苦的啊来做，回收扫涂骹啊，这种是环保志工啊，因用心来照顶。我甲阿海里长的共同目标，就是为着环保，讲吼。多做环保，会当减少垃圾，啊，会用爱护地球，哦，这是阮的口号，啊，也是阮想要做的，要来拯救地球。很感谢我们新丰里哦，黄书记、黄金制作站的志工，他们的辛勤的为我们，里环境哦，整理都打扫的这么干净，都得到五星级，得到我们市政府的那个环保局。认证就是我们爱护地球哈，啊，把垃圾等量哦减量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家园哈，就能够觉得比较干净了。里长设置黄金里直收站，不仅加强环保观念的推动，而且还将回收全数所得捐赠给清寒学子照顾弱势，社会福利爱拼第一，好评不断。房价的环保啦，做得真好啦。哦，伊对这支收吼，贡献很大吼，哦，咱这造福乡里，而且吼，咱这时代吼，哦，足侪迄个福利的吼，爱感谢咱的里长，啊，希望大家会当再继续支持咱里长吼，来连任安尼。我们到新庄那个观摩学习，然后把陈东柱里长的经验带我们那个新庄里来，哦，教导我们的新庄里。环保志工如何来，把这个环境做得更美好？多谢吼，阿海里长吼，啊，对咱公信力的肯定，啊，我嘛真正讲对新丰里吼，也足肯定的。啊，恁的环保维修，甲恁的照顾老人，啊，照顾学儿童，哦，这撇步吼，我拢学起来，我嘛拢实际啊来照顾阮里内。节能减碳爱护地球不再只是一句口号，因为从沾满墙面或班市长表扬的奖牌无数，就足以证明里长北长期为环境维护工作的付出辛劳获得肯定。瑞芳区新丰里黄金之收站，赞赞赞！记者黄又贤，新北市报道。